在那刷到过。解说的语气。对，解说的语气。哦，最近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，嗯，讲叶芳的，以叶芳的视角，《重生之叶芳》，哎，太有才了，我觉得这些人。他说我叫叶芳。我重生了，我的家庭想让我跟谁联姻，嗯，我拒绝，所以我利用了谁谁谁谁谁啊。红军结尾特别好玩，说、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，就来 CCTV-8，每晚19:30一定要收看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超好玩。我还看到一个，就是用北京话说，各位爷，咱们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梦海不好看，给我一管杀都行。大家也不用这么暴力，我觉得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肖春生。他的朋友叫小华，别小看他们，就在前不久，他们要回北京了。这个男朋友就在前不久，他们决裂了。他们决裂了？没有没有没有决裂，没有决裂，没有决裂，就是产生了矛盾。后面还有什么？那 CCTV-8每晚19:30一定要收看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。